你是否常常每次出去玩后，想要在 FB、IG 发文，但是照片选了半天却找不到一张像样的，不是社交就是被一堆路人甲乙挡住？今天我要介绍一个 AI 工具 HipHopPhotoP， 它可以帮你解决像是照片社交、移除人物或是破损照片的修复功能，一个软体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一个字，绝。先来看到它的画面，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的友善，你要什么功能就自己去选。可以看到它有 AI 生成、背景移除、变清晰、AI 换脸、证件照、物件移除，或者是 AI 产品图，非常多的功能。那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的照片传上去，它就会自己去调整它模型的参数。那它有很多种 AI 模型，它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来调整模型，来达到最好的效果。那我们也可以自己试试看，调整每一个模型算出来看它的结果，最后再挑选你觉得最好看的模型来做使用。啊，那这整个过程也蛮快的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放大来看一下它的细节，这还蛮酷的，整个破损的地方都修复好了。那它还有一个 beta 功能，这个 beta 功能呢，它的模型是专门对于这种破损照片还有色彩还原来去设计的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我选取画笔，然后把破损的地方涂上，输入一些关键字，如果不知道怎么输入的话，它有提供这个 AI 生成的功能，也蛮好用的。那在这个 beta 功能的话，它一天最多就十次，那当然也是免费的。然后我们来放大看一下它的细节，哦，这个模型看起来比刚才那个模型更逼真了。那这个软体它还可以大量的处理你的照片，像是模糊的照片变清晰，或者是黑白照片变彩色，又或者是移除画面中的人物，只要选取这个框框，我们只要把这些人给框起来，哦，你就可以看到人就消失了。这个功能真的非常重要。那它也可以把物品移除，那我们就把物品像这些机车全部框起来，哦，你看全部就消失。我觉得这个功能是最实用的，而且它是免费的。那当然除了这些功能以外，它还有一些 AI 的生图或者是风格转换。那我们来试试看这种单线图的风格转换，那这个生成的话就要付钱了，它是以点数来计算的。在右手边你就可以选取你一次要生成的数量还有图片的大小，当然你生成的图片越多，你所耗的点数就越多。目前看起来的话，像是一张照片是两点，哦，生成出来了，就是四种不同的转换风格。那其实效果倒是蛮不错的。那它当然不只有这些功能，它还有像是把书本里面的字把它变不见，或是产品照，要做商品图的话，这个也是非常方便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它很多功能都是免费的，而且把所有的功能都 all in one 整合在这个软体里面，在使用上也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简单，界面都非常的可视化。那当然还有一些功能我没有测试到，就欢迎你们自己下载来试试看。那相关连结我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。那今天就这样子，拜拜。没有什么比这次周年庆活动更好了，现在你可以享有7折优惠，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最新最实惠的周年庆7折活动。错过也没关系，我们影片下方还有8折的折扣码给大家做使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